有没有感觉到你不是一个人？一点声音都能让你颤抖。当然了，都有那种时候的，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永远都不会。他们会一直在你身边，悄悄的，想看就能看到，不过看太久，他们就跑了。对，看到了吗？不，别回头。在那，眼角呢？他在看着你，你也能看到他，对吧？那个让你心神不安的黑影，放心，无视他就不会有事的，没被发现就会自己慢慢的消失。开玩笑的，不过你没看见吧？没有吧？什么都没看见，对吧？别回头，应该没事的，只要你不回头。别回头，应该的吧。